我最喜欢大家在 LYB 的相处模式，同事非常友好，工作氛围很轻松。领导和下属之间更像是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并肩作战的伙伴。我们实习生每周五都会参加由 HR 所组织的活动，有时候是经验分享，有时候则是工厂实地考察。有非常优秀的同事来分享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一些职场上或人生中的宝贵经验。我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同事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他们开阔的眼界都给我带来了震撼。我充分了解到了领导者在走上领导岗位这个过程中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很感谢能和 LYB 相遇，也期待我们的再次相见。